来都是87啊，我也快死了，你看，哎，差点就要一尸，啊！不是不是一尸两命，两个人都死，两尸两啊哈，命，又死掉你骗妈妈，得了得，第三谢谢次梦死魂，亡，不要让妈妈死掉，by John Hand，这任务呢，真的是比有登点天难还难哦。啊！啊哈哈！我又碰花了。哎，哦，对啊，暖气。妈妈跟我一起说，嗯，感谢蓝瓶六了，感超谢级蓝留皮言，哦，感谢蓝皮什么？感谢蓝瓶 Ella，让我们的胖妈妈复活。感谢蓝皮 Ella，对，让我们的胖妈妈复活。让我复活。他就说让胖妈妈复活。让胖妈妈复活，谢谢木棍红花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难过，他心情太好，可对以啊，了，今天死够多了，我没有我哦，你刚跑图来得及跑出来吗？来不及换，没有，因为我是想要直接跳移到到水水里，里哦。对，然后我是跳错边，然可是后我要放你哦。水的时候也来不及了，对，是哎呦，有再跑一点呢，所以如果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想要让它跑图那么快的话，我们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以后100个。100个被真的摔死，但是它就有很多的时间充分让你可以反应，这就是一个风险性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双面刃，双面刃。真的，我要去放鱼哦。啊，这样子不是有2次复活？什么第你？二次复活没有，第二次复活捧花其实应该也复活。说你要复活是不是？不要别，你有需要是我跟有我这讲里啊！多，你有需要跟我讲啊！我我乐这里意帮是有忙多，啊！我这里是有多一个啦。你好跟我犹讲豫，啊！我乐意帮忙啊，妈妈！我们要如何？我哎，交你给我，帮交给我。我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交给我。你可以，好了好了，可是这样跑图啊，好啦，反正 来，好什可么？怕，我可以复活，你可以复活，那我去找你，我们可以 battle 了。可以 battle 一啊，下啊！哦，哎 你你有说料要到来是这一个啊！啊？找我，说来找我，还有来抬头看了一下，可恶，被骗了。我我以还为你要来跟我干嘛嘞？可以呀、啊，你看哎，这里，你看这里，我们你可以还记比得这我个。们？不要！你还记得我们的那个什么弓箭比对赛对的对顺对对，序你来吗？这个这里，要从一跑到那个的那个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可以设这个啊，那叫什么铁矿车，那谁要去在这做？里没有没有，就直接设那个啊，一键，那不在那乱动。没有啊，就直接一键看有没有办法，你站这个啊，我们这个一人一键，你先，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对，一键我设先。那个。干嘛？你不是说还有一次吗？还有一次吗？哇！你先到了，哇！去，一定是你多下来一格，你上来那一格应该就死了。我精对打细啊，算。可恶，这很坏，我还很认真想吃，讨厌！哈哈哈！想生，你在哪里？我说那个，没有，让你趣味十足嘛。而且你整个掉下去，嘣，那农哎田就呦，跑。不是你。是我让你下去没有错，但是会坑那我么就不大，相信你下一就步是会你坑自己的问题了。嘣！我。不愧是妈妈啊，厉害厉害！好啦，那我去完成任务。说龟龟好挤哦，然后把它解救出来，解救出来。
知道什么东西？嗯，之前是小小的啊，这龟龟要变成跟牛牛一样了。你看呐、啊，农田坏了。这不是我的问题啊！哎呦，那龟龟好特别哦！啊，一定是因为龟龟太多了，所以那两颗蛋孵不出来。是这样吗？嗯，因为还有两颗蛋在那里。龟龟出去，出去！你们孩子出不来啊！孩子生不出来，去玩去玩！下水，不要怕。这些龟龟你知道吗？他们从小到大没有下过水就长那么大了。正常的龟龟小时候就会下水了，他们都没有。嗯，下水下水。哎呦，这样应该很 OK。啊，放鱼放鱼。我开始觉得我们这个鱼池太小了，有点小。哎，哇，你的鸟怎么又那么多啦？这看看你就没办法、啊。要打他们哦！这乌龟为什么都要卡在这里呢？哪里？里这就不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他们想要坐着。好多，我们好多龟、啊。不是，这已经变成养龟池了，白痴啊！妈妈，养龟池，我想把这些乌龟都砍掉了。啊，他们是无辜的好吗？超白痴哎、欸，还不是你孵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蛋。嗯，是不是少了一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养龟池哎、欸，白痴哎、欸，好可怕哦，受不了了受不了了，忘了一个水桶掉了，没差了，装、哦、水的水桶掉到水池里，可，走走走，好去完成任务，嗯，超级养龟池，看了就头疼，养龟池，谢谢阿豪的墨魂，不客气。不客气，帮他们说啊。好，去，那你可以给我。你好，顺便来看看，你看我们今天出去哇，回来巧夺天空还有32个耐久，就说啦，真的可以用很久。去极地找冰刺地形这一个任务我们完成啦，7块钱，是的，7块钱，完成完成。那我们要来捐捐捐捐款捐款捐款，在捐款之前要来看看密集黄金的密集黄金，来看看今天的公益猫猫任务，让我来看个下去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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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好希望我们可以找到热带海洋，真的我没看过，好，我没在生存看过，没翻。感谢李家全，他的公益活动呢是参加毛小孩募集发票的公益活动。嗯，那他的任务呢是要盖一个水族箱。嗯，水族箱，来，那我来去制作个任务。哎，老样子，大家如果有做公益，尤其是开学了，有没有会有一些公益的活动啊，都可以去完成。嗯，像我以前那个做公益都很棒啊，每高中的时候每学期学校都要我们做8小时的公益。是什么？就是你任意去做，然后对方要那个团体要帮你签名，这样子。嗯，对。然后我高一都很认真的做，嗯，然后高二就听说我们那边的里长可以帮忙签名，然后高二的就是过去找里长，就说：“哎，我要做那个公益的签名。”然后说：“好，你自己写，然后旁边自己盖个章就好了。”自己盖个章。对，然后就直接写8个小时，从高二开始就这样子，哇，每学期呜呜呜呜。但、我们的任务你这样子是不一定可以做到的哦，我们还是会看看你有没有、那个放上 beautiful 的照片，写上完美的好心得、让人觉得很感动。嗯，毛小孩募集
发票活动。所以如果你有做这些公益，就可以在表单，好不好？影片下方的资讯都有表单，填写你们的公益，做了什么事，写心得，然后呢，截图更好，然后再说出你的任务。好，感谢超级留言，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进行最后的捐款时间。捐，不是不是，是捐款时间。捐款时间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捐款给，他是毛小孩，那我们也跟毛小孩有关。哦、狗脚印，汪、哦，刚好有一个狗的叫声，好，那就捐款给狗脚印。来上一个金钱，好、哦，嘿咻，嗯。有感谢默默无名，我知道那是任务啊，没问题。嗯，今天要捐款280，就捐款300块钱。嗯，感谢大家。我已经忘了要捐款给谁了，算完钱忘了。是狗脚印吗？我记得是毛小印。哦，狗脚印。幸福联盟，我也想说毛小孩，我总觉得怪怪的。狗脚印，幸福联盟300元，这在后置的时候就会有捐款画面啦！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耶嘿！妈，你在哪？在楼上，谢谢阿和。嘿。哦，你这边怎么？哦，看到你的脸，超白，苍白，苍白。对啊，我刚刚使用呼叫猫猫。哦、嗯欸，每集都可以使用一次的呼叫猫猫。我妈，有你的鞋子送你。那里？我捡到的滑板鞋。保护式哎、欸。厉害吧？时尚，时尚，最时尚。这样，你看一下我，你觉得我的鞋子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来来来，你站那里啊，不要动，好不好？好。在那里，在那里，我们要走台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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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比较好看吗？是这样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啊！干嘛？我帮你配音啊！你的配音不对好吗？不对吗？我觉得很对啊。不对。噔噔噔噔噔什么？哇！吓到掉到水里了。你吃过了。哎，你穿那个雪鞋啊。这样。对。这样好奇怪。很搭好不好？你看你的裤子什么颜色？紫色。鞋子什么颜色？紫色。对啊，搭完美。好，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的正义猫猫。我是正义猫猫的巧克力，我是正义猫猫的毛孔。我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